琪琪弟弟，我是琪琪，我是弟弟。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呢？串烧。什么串烧？一起串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带你们一起吃串烧，走吧。Go go。啊，你想吃生蚝？嗯，干嘛晚上点哥哥？喂，那吃鸡屁股。好 ，OK。终于上菜啦！等了很久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第一道明太子鸡肉串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你喜欢吃明太子吗？我喜欢吃，为什么讨厌吃那么爱吃？我听到我那个卡哧卡哧的声音吗？嗯，它的鸡皮脆脆的，好吃。超级多明太子，我最喜欢喝我们的芒果可比斯气泡饮。就是你自己泡的吗？你自己挑的，它就是芒果可比斯，然后它会有点，就是有气泡口感，所以会更清爽。不要留到后面，不然我们等一下这一串吃完，我们等一下每一串每一串吃完的话，等一下最后就吃不下。好啊，我最推荐的，我最爱最爱松板猪，这松板猪超好吃的，你看色香味俱全。串烧就是要这样吃，干杯！干杯！它是表皮脆脆的，嗯，焦焦香焦香的，嗯，焦里面加多，哎、欸，喂，打错我，叫他们跑跑跑睡觉，想睡觉，我开始乱讲话，怎么这样？对啊，它真的很香，加椒盐，对，然后旁边有泡菜，然后就搭配着吃，这样一起吃。对啊，椒盐大肠，这个烤得很漂亮，它上面有加酱。就是它，我不敢吃大肠，挑食。嗯，很好吃，不会让很臭的那种大肠味，有些大肠很臭。哎，烤得焦焦的，很好吃，很香，而且我们酱汁是，我们酱汁是祖传秘方，对，吃起来会有一个特别的味道。好吃，是比较偏咸甜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它不会油腻，很好吃。炸生蚝超好吃哦，它是很大颗，超大颗。它有配这个酱，这是好像凯撒酱还是什么酱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看那么大一颗，两位。我很，你的口水流下。好肥美啊！嗯，很好吃哎。你们对哪里？只会说很好吃。因为我是不敢吃生蚝的。对，它有那个味道。对对对。我们家生蚝是，如果你不敢吃生蚝，你真的可以尝试看看。炸生蚝，它完全没有腥味的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。明太子玉子烧。就昨天有看到那一场，很好吃哦。你好像每一句都是，这不算再点一份吗？真的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哎。嗯，很好吃啊。很嫩，有些像那个什么玉子烧，没有那么的软，就比较硬，里面没有很嫩。对，它好嫩哦，很好吃哦。蛋腥味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完全没有，就是蛋香，然后有明太子跟柴鱼的。混在一起味道，我觉得很搭哎，真的超搭的，很好吃哦。哈哈超好吃。肉，我们家羊肉很多客人都超爱吃。我们曾经有客人来啊，很夸张，一次他一个人来，然后点十份羊肉，他一个人吃十份羊肉，等于二十串。真的？真的，他超爱吃的。那肯定没有那种羊骚味吧？对啊，你试试看。因为我不敢吃羊，所以你帮我试试看，是真的很好吃。没有，我也觉得很好。
很好吃，是有属于那种羊骚味很重的，还是还是会有，但是没有到那种臭臭的。有些是很骚，可是不味道很骚，它是有羊肉的香味。那我们来试我们的葱烧牛肉，它看一整个看起来就很有食欲。那个上面的那个洋葱吗？它这个是葱蒜，我们家的葱蒜酱，自己调配的。对，我们自己调配的。是吗？超香，那如果搭那种牛舌啊，哦，真的很像吃牛舌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龙虾罗曼手卷，然后我们之后会变成海苔的，换成海苔手卷这样，然后就要一口塞，我不知道塞不塞得下，好塞，看自己嘴巴比较大，可以啊，你是平常都爱塞，还刚咬，然后那个桂鱼，桂鱼软就直接在嘴巴里爆开。那个酱也是明太子酱，没有，它是龙虾沙拉。这声音酥酥的，那个菜的，新鲜的那个菜。因为它龙虾罗曼手卷啦，就是它里面有饭，然后又有龙虾沙拉，因为它一整个吃起来就是很有层次感，然后就是很像在吃寿司的那种感觉，很特别。酱烧牛肉就是搭配我们家秘制的酱来吃吃看，对，搭配我。一样是咸甜咸甜的，对啊，就蛮符合台湾人的口味。台湾人都蛮喜欢吃咸甜咸甜。下一个，哦，对，我忘记介绍生蚝重头戏，来，超级大颗的啊！我还把我身上掉吧，要翻车了，超大颗，你看起来非常需要。哎，等等，你不要吃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停！暂停！你不要侧的，侧的，我拍你特写。怎么样？很好吃。那个酱是什么酱？芥末沙沙酱。好搭哦，超搭，对不对？好鲜的生蚝。很好吃的生蚝，我真的完全不敢吃生蚝。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去敢吃的吗？就是我之前连跟我家人去日本旅行的时候，那种很新鲜的生蚝我都不敢吃，不识货，真的我完全不敢吃。然后后来是我们经理研发这个芥末沙沙酱，然后他就一直叫我尝试看看，我就才想好吧，我试试看，超好吃，我真的没有在骗。就如果你不敢吃生蚝，我都可以建议你试试看，西鸡软骨。所以喜欢吃那种脆脆口感的人呢，就可以试试看。真的很下酒，下酒，很下酒，对，很适合配我们家生啤酒。生啤酒，来这个炸牛棒，是不是你每次来找我的时候都要点一份？对，而且它很多分量，划算呢。你猜这样多少？我当然知道。那蓬安猜这样多少？外面卖的话，要90块吧，我们这边只要才卖79，买一半，买一包回去宿舍吃，超好吃，那个超甜甜脆脆的，配个那个电影，对啊，很下去哦。人家电影吃爆米花，我们吃炸牛棒，好奢侈。我跟你讲，而且它里面有黑芝麻，然后吃起来又特别香，又不只是只有甜味，还有很芝麻的香味。那一间吃了那么多，你觉得你最喜欢吃哪一道？玉子烧，真的、啊，你最喜欢吃玉子烧？我最喜欢还是我的松板猪。玉子烧太好吃了，那个酱真的，下次一定会点两份。那我们今天美食就分享到这边，那你们一定要来吃吃看这个 CP 值非常高的店，就有平板让你操作，然后你也不用自己烤，手动烤肉，就人家烤好帮你送过来，一盘79，真的，我觉得说这个。环境啊，这个品质，我真的觉得说很非常划算 ，CP 值超高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话呢，就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期见，拜拜，干杯。